江南花似锦，采茶时轻盈，茶树成堆叶成双，纤纤手指忙。好茶要得知音赏，偏偏情意长。一道清茶初相识，含笑低首一拂散。二道清茶一缠绵，我留苦涩君留香。三道清茶情不尽，海角天涯不能忘。相识容易相知难，留得余香不能说。您喝点汤吧。你们全都知道是不是？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哪个是赵如海？在下就是。大刀。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走。什么？他只是一个老人，你要对付就对付我吧。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何必要赎罪呢？老吴啊，哎，记住，一定要和你老李当差的那个亲戚多联系，哎，让他好好照顾老爷，千万别让老爷受委屈啊！钱不成问题，只要能保证老爷平安无事就好。是夫人。娘，您回来了，辛苦了娘。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二少奶奶啊，老爷的很好，你不要担心。谢谢你老母。啊，教师爷，我知道您平常喜欢收集字画，这些字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啊，请您笑纳。哎呀，好，好啊！哎呀，还有啊，嗯，这是我们赵家的一点心意，麻烦教师爷转交给大人。赵少爷，你舅父心切，你的这份孝心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看你三番两次的来衙门的这份诚心，我想奉劝你几句。巡抚大人和我都很想帮你，不过这个案子太棘手了，已经在明月镇闹得沸沸扬扬，想私了恐怕不容易啊。难道一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吗？有。什么办法？找人顶罪。找人顶罪？对，这可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去哪找人顶罪啊？话我就只能说到这里了。松原社长。请。
请喝酒吧。今天我不想喝日本清酒，可以喝中国茶吗？莉莉啊，莉莉，自从你认识李天赐之后，对我是不屑一顾，使我十分伤心。你知道吗？当初要不是你极力推荐他，那么多的中国人，为什么我要重用李天赐？想不到你现在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松原社长，我没有翻脸不认人，我和天赐依旧很尊重你。我不要你的尊重，我要的是你的人。松原社长，我自从认识李天赐以后，我已经厌倦了在风尘中打滚卖笑的日子。社长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您要女人还不容易。师弟，我要女人不愁没有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女人投进别的男人的怀抱，而那个男人还是我松原的属下。巴嘎！我松原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也包括你。玉琪，嗯，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什么事啊？万一将来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，你要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的照顾赵家，照顾爹娘、家宝，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还有我们未出世的孩子。天宇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反常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只是说万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自从爹出事之后，我真的想了很多。天宇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赵家所有的人都很需要你，现在爹不在了，你就是我们的依靠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说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，你一定能够撑下去的，对不对？天宇，玉琪，我想替我们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，你说好不好？可是还不知道是男是女，怎么取啊？那就取两个名字嘛，一男一女。名字我早就想好了，男的就叫家生，女的就叫诗情。你说好不好？你说好就好。什么？有人报，报消息说，说什么呀？你快点说呀！是老爷已经被放出来了，在半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放出来了，老爷要回来了。爹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春兰秋菊，快快让王妈准备好东西，我要给老爷去聚会。快点，快点，让他煮点老爷爱吃的。快去，快去呀！老爷在牢里关了那么长时间，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想到这儿我就心痛。啊，哦，娘，你看你啊，
爹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们就应该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的迎接他老人家呀。是啊，像您这样一见面就哭丧着脸，这多不好啊！啊，对对对，走走走，见你爹去。走走走，走娘。哎，柱子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老爷已经被放回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爹回来了。对对对。老爷，您走好。啊，走好。兄弟啊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赵老爷。赵老爷。您还记得吗？那年我们刚到明月镇，我们是饥寒交迫。您正好路过，赏给我们银子，我们吃饱了，也找着了工作，挣了钱，才有今天啊！您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呐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无以回报，今天有幸送赵老爷您回家，这是我修来的福分呐。别这么说，一切都是缘分。赵老爷，明月镇很多人都受过您的恩惠，这次您进大狱，好多人都替您担心呢。现在您出来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老爷，爹，老爷，爹，爹，爹，赵老爷，我走了，您千万要保重啊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老爷，您总算回来了。我的心啊，也算踏实了。哎，对了，爹，官府怎么肯放您出来了？我也不清楚，他们怎么肯就这么放了我？好像是有人去自首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在天鱼路里下毒的真正凶手。哎，娘，我明天就去查查看，看看到底是哪个乌龟王八蛋，把咱爹都害成这样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先别说这些了，先扶你爹回房休息吧。哦、啊，爹，来，不好了，老爷。大事不好了！老吴，没看见爹刚回来吗？讲什么大事不好啊？多不吉利啊！不是的，不是，是刚才我那个在牢里当差的亲戚告诉我，为了替老爷顶罪，二少爷他怎么了？他去自首去了。啊！爹爹爹，老爷老爷老爷，哎呀！慢着，青龙，嗨。衙门为什么把赵如海给放了？赵天宇去衙门自首，不得不放。李天赐是不是把宣和茶庄的地契退回给赵天宇了？嗨，是吗？看来不马上解决事情，变量会更大。李天赐再留他，只会给我们留下多一个绊脚石。不如趁此机会。把他们两个人统统铲除。青木，嗨，你知道哪种人最不会给我们带来妨碍？死人。嗨。你是李天赐吗？是我。请你到我们衙门走一趟，带走。是。等等，我犯了什么罪？你要送我去官府？有人密报，前些日子发生在宣和茶庄天玉路的毒死案与你有关。大人，请你回去调查取证，带走。走，那不关我的事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走，放开我。没受罪吧？哎呀，你这摇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倒是开口说话呀！夫人，您别怪二少奶奶，她心里也不好受啊。刚刚我们去探监的时候，结果官兵告诉我们不准探监，害得我们白跑一趟。老吴，你没拜托你那个亲戚吗？我拜托过了夫人，他说这次是大人亲自下的命令，谁也不让探监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老爷。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，李天赐也被判入狱了。兄弟，你是自作自受啊，自讨苦吃，怨不得别人。到了下边，别怪我们哥几个。给我打！
伯母，伯母，你不要哭了。莉莉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天赐的。我一定要救救天赐。天赐似乎在我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总是会出现来解救我。你以为全天底下就你被最爱的人抛弃，被最爱的人伤过吗？我也被最爱的人抛弃，被最爱的人伤过，但我不会去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让他知道没有他我会活得更好。我看得出来，那时候的你比我更痛苦，更绝望，却还是勇敢地活了下来。就是这样的你，不经意地闯进了我的心房。把身上的东西全拿出来。我全都给你，全给你，快点！全给你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蛮不错的嘛。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走！站住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是你。这次换成你身陷囹圄，我没有把握自己救不救得了你，但我一定要这么做。还记得吗？我们曾经答应过，彼此不离开对方。青木，你爱过人吗？你真心的爱过一个女人吗？没有。太可惜了。你不明白，当你爱一个人，爱得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就算为他去死，都毫不犹豫的那种感觉，很傻，是吗？其实我不是傻，我是自私。
我明明知道天赐心里最爱的那个女人不是我，我却不肯放手。我要他这一辈子记得最深最牢的那个人是我。青木，我们走吧。社长在里面，请进。宋元社长，莉莉小姐，请。请。宋元社长，先喝下这杯酒吧。今天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，我是来求松原社长救天赐一命的。救李天赐一命，莉莉小姐，你没有弄错吧？我不过是一个日本商人，哪有什么权力干涉衙门所定的判决呀？松原社长，我认识您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您的影响力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太抬举我了。好，就算我能救出李桑一命，那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提拔他，重用他，他竟然蔑视我的命令，破坏了我的计划，好不容易把一条疯狗关进笼子里，有哪个主人还愿意放它出来反咬自己一口？所以我不能答应你。宋元社长，不要再说了。莉莉小姐，你可以请回了。宋元社长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很抱歉，松原社长，我今天非要救出李天赐不可。你想要挟我？哼，你杀了我更救不了李天赐了。不，松原社长，您误会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料到你不会帮我。那你还来？我深爱着李天赐，我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可行的路，我还要闯一闯。你想陪李天赐一块儿死？如果李天赐死了，我也不会苟活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李天赐可能是疯了，有你这个重情的红颜知己在身边，又有大好的前途，他却要选择一条死路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嗯。好，我答应你替你救出李天赐，不过你也明白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不会平白无故的付出，总要取得回报的。好，只要你答应救出天赐，保他平安无事，
任何条件，我都答应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，我等你。嗯，秦深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一个最自私的决定。我决定用我这条一介风烛残年的命，换两条正值大好青春的年轻生命。我知道你们会怪我，怪我不跟你们大家商量就下了这样的决定，但请你们相信，我并非一时的冲动，而是思考已久的结果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一次再进了大牢里，要再出来恐怕不太容易了。无论将来会如何，我都不会后悔我现在所做的决定。秦深，对不起，如果你无法谅解我，我能明白，如果你能谅解我，我很感激。玉琪、天威、秀云、天灵还有秦辉，你们千万要好好照顾你们的娘，不要让她为我太过忧心了。还有，希望你们能够齐心协力，让赵家东山再起，恢复赵家以往的光景，这是我最终的期盼。娘，你别太担心了，等一会儿我跟老吴就去衙门看看，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是的，夫人，你别担心。我嫁给他20多年，枉费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为这个家，为他付出那么多，他全都忘了，竟然狠下心抛下我一个人。夫人，您别怪老爷，老爷他也是为了救二少爷心切才出此下策的。他以为牺牲他自己救出天宇我就会高兴吗？不会，他们两个谁出事我都会痛心。还有那个李天赐，跟老爷没有任何血缘，他竟然会牺牲自己去救他，不知老爷，你太傻了，太傻了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爹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的。松原社长，什么事？听说赵如海去衙门投案自首了。他投案了？这下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请问社长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理？我已经答应丽丽要放李天赐出来，
既然事情已经演变到如此程度，倒不如将计就计，就把李天赐放了。那找天宇呢？也放了吧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打击赵家茶园，得到宣和茶庄。赵如海是赵家的支柱，有他就够了。哼，赵天宇不过是一个浏阳的文弱书生，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至于赵如海，醒目。嗨。接下来你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嗨。杨大人，关于田玉露毒死人这案子似乎拖太久了吧，还请杨大人多加关照。要我帮什么忙啊？请大人尽快将此案了结，免得节外生枝。青木先生，这里是中国，可不是日本，我们有我们的律法，一切要照规矩办。请大人放心，规矩我们懂。来，你们快过来，把二少爷扶下来。哎，快，小心啊。哎，慢点。二少爷好可怜。我看呢，还是别让娘过来看二弟了，最近娘的身体也不太好，她要是看到二弟这样，我怕她会……那怎么可能呢，娘知道二弟回来了，一定会过来看的。那春兰，帮我把二少爷扶起来。弟妹，你怎么了？他嘴里全烂，什么都吃不下去。娘跟你说过，要你放下心中的仇恨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你现在成这个样子，你让娘说什么好呢？老夫人，您别哭啊。天赐少爷回来了，应该高兴才对呀，不是吗？嗯，是啊。我是应该高兴，可是看他成这个样子，我心疼啊。最重要的是命能保住了。
我说的就一定会做到的。好，我最欣赏你这种性格的女人。娘，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你怎么过来了呢？娘，爹，爹，爹，天宇，天宇，我的孩子，爹，娘，二弟他需要多休息，你也需要多休息啊，娘。一早骆大夫就会过来的，有骆大夫照顾，您就放心吧。娘，我看您还是回去休息吧，如果二弟醒来了我马上通知你，好吗？娘，来，我扶你走。不不不，我要留在天宇身边，我知道天宇醒过来。娘，这里那还有弟妹呢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我不放心他照顾，我要亲自照顾天宇。天宇，天宇，天宇。娘，好好好，娘你要守着，你就在这守着啊。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。柱子，怎么出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二少奶奶，你喘一口气再说，慢慢说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怎么了？柱子，你快说，爹怎么了？你哭什么呀？老爷他怎么了？大少爷，老爷的七日后就要被送到菜市口斩首示众了。柱子，你再说一遍，老爷他，老爷的七日后就要被送到菜市口斩首示众了。老爷，娘，娘，娘，老爷，老爷，娘，您别担心了，我认识一个好朋友，跟牙大哥很熟的，我明天就去找他，我只要多花一点银子，爹一定会没事的。娘，爹威呀，你弟弟他现在昏迷不醒，救你爹就劝告你了，就是花光了赵家的钱，你也得把你爹救出来呀。你放心吧，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娘，爹会认识很多人的，爹一定会被救出来的。娘，娘，你别担心了，娘。老爷，你要多保重。该怎么办？丽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害我为你担心。伯母，害你为我担心，我真过意不去。我有些重要的事很急，所以没有告诉你。啊，天赐怎么样了？我听冬儿说他回来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，有没有关系啊？请大夫来了几回，说是因为伤口溃烂才昏迷不醒的，再加上在牢里几天几夜没吃没睡的，体力不支。还好天赐年轻，身体强壮的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应该能够复原的。
那就好。去吧，去看看天赐。不，我有急事，赶着要走。我回来是让冬儿给我收拾一些衣物，我要出趟远门。你又要走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一定。我有个朋友是做生意的，我要跟他学做生意，到处走走，随便看看。本来早就要走的，可是又放心不下天赐。现在他好多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不等天赐醒来，亲自跟他说一声啊。去看看天赐吧，这样等他醒来，我也好跟他说，你看过他。去吧。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踩李巧梅那个女人，我就不认她是赵家的人。青顺妹妹，呸！谁是你妹妹？一天没得到宣和茶庄，我们一天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不会卖的。我们俩也得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了。他提前三日后被问斩了。这秘密，谁安排的相遇，谁安排分离，谁让该来的来，该去的去，谁让一切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，被回忆苦苦相逼。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？谁说距离能冲淡回忆？如果爱只是一场幻境，总是说服我。